这一支舞龙队哈，那就是来自新山海南会馆属下游神队舞龙凤龙狮体育会的妇女组啊。是的，我们传承中华文化呢，真的是不分性别哈。那我们也不分年龄。那我们待会呢，其实今天晚上呢，可以看到老中青，那男生女生都有，所以我觉得呢。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景象，也是我们值得鼓励的景象哈。巾帼不让须眉，那我们一起来欣赏。 Thank you.